难得啊，这个听说大家很早就是武术界的啊，这个武林中的一个园地，特别是东北啊，还有什么螳螂、八卦啊，还有其他太极，对，这个地方啊，这大家这个地方公园不少，看看看，早上起来我就转了转，转了转就说街心公园不多，街心公园不多啊，但是大的公园不少，大的那老虎台这什么的，大的公园不少，所以这个练武术呢，这个比北京啊，各有特色。我刚才看了还有木兰拳，各有特色。人流还是比北京这个是少一点，北京太拥挤，人口也好，空气也污染，这大连这个空气我觉得比北京的好。就是那个方老师出差，我们第三次来看的那个邓杰那个老师在天台那个啊。